朝宋孝武帝刘骏第八子刘子鸾，此人五岁封王，八岁就做了宰相。十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刘骏驾崩，兄长刘子业即位，而作为皇帝的弟弟，他却没有获得善终。新皇上位不久后，就下令处死了刘子鸾。手足相残的景象又一次上演在帝王家。在他临死前，他说出愿来生不脱生帝王家，流传了千年。武孝帝刘骏并非是历史上的贤君，相反，他还是南北朝时期有名的昏君。在他的统治下，百姓民不聊生，许多男子被迫离家，女子更是沦为歌妓，他纳自己的表妹为妃。而对于表妹所生的刘子鸾，他更是宠爱有加，一出生就赏赐其黄金万两，长大以后多次对其追封。相比较下，作为皇长兄的刘子业，他并没有得到过父亲刘骏的宠爱，就连父亲出征时，他都被留任在京，还差点做了刺客的刀下亡魂。虽然少年经历了重重险阻，但好在他的太子身份早早就被确立了下来。而贵为东宫太子的他，每天还要遭受来自父亲的打骂，过分的苛责使得刘子业产生了偏激的性格。即便是在刘骏驾崩后，他都没有表露过忧伤。对于这位神童弟弟，他满心满眼都是嫉妒。即位不久后，他就下令逮捕一干亲属，更是连自己的妹妹都不放过。最是无情帝王家，并非一句虚言啊。